点餐机器响个不停，店员接单接到手软。疫情影响，民众几乎在家不出门，外送员订单天天暴增。不过六月份开始，熊猫外送平台改了新方案。点开外送 App， 上面一行显示，部分地区调整每笔订单最低消费金额为99元。可能大家都希望在家里啊，所以我们送餐的那个量比较多，这样，好像比较贵啊，那就比较单会少些啊。对，以前单那个好像金额没那么高嘛。通常随便点都会超过99啊。对，所以这还。我是觉得还好啦。实际点了一杯75元饮料，系统扣掉外送费，会自动补差额到99元。不过这样的方式，民众买单吗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他们就是在外服务，我觉得有一定的风险。那我觉得加99是没有关系的。我觉得他们加99应该 OK 啊，反正他们也很辛苦。对啊，而且现在很多行我都会给他们小费啊。对啊，我应该就是会把它点超过99。不止双北地区受到影响，基隆、新竹、金门同样改为99元才能外送，其他县市则是改为79元。Uber Eats则回应暂时不考虑，这样的更改或多或少也是在减轻外送员的负担，毕竟非常时期大家共体时间。三十二台北采访报道。